们两个的牌被换了。他们两个的被换。哎，这张牌就是你的，刚才是你的，这张牌是你的。为啥啊？我没有人，有人咱们两个兑换了。咱们俩换了。我刚才观察过，因为这张牌旁边有一个印记。那你就是王生。不，你是酒鬼，你换了一张牌。那我是预言家，谁给我换的？谁换啊？那就是你是预言家，那你就是狐狸。你好聪明哦。我觉得狐狸在中间。那我刚才换的是中间的牌。你不是换的边上，你还说我也觉得边上好了。没有，换的边上的牌。我刚刚看过了，因为我不是庞勇啊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佩蓉。我啊啊！查的你，投吧投吧投吧！我是庞勇，你听听我说，我在解释，我在解释，让他解释解释。我刚才换了一张村民牌，怎么可能？村民牌在我这儿，你怎么又换了村民牌了？你怎么知道你是村民？我第一轮看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牌没有被换走？他被换走，怎么可能被换到中间去呢？怎么可能换到中间去呢？就是胡。